还有闪电吗？我好怕哦！还有吗？晚定晚定，那是闪电，经过。哦，对。哎，对，晚定，这个问题要问我吗？哦，对啊。哎，我预习好问题了。好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你会想起谁？我会想起我的爸爸。爸爸。妈妈。妈妈。还有我的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。还有我的大学朋友。大学朋友。还有我的室友。室友。还有我家小狗。小狗。好啊，你就不要小气我啊！没有啊，我只是故意不说你的，你就不要这样，你就不要小气我，没有没有，你就不要小气我。欢迎我们的小米为期待的，你就不要小气我，你就不要小气我，好了，乖乖乖乖乖。不要小气我。然后他也是第一次上台打鼓，对，因为我以前都是打鼓的，所以我没有自弹自唱过，所以是第一次。好，然后我要唱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好，开始。
情有几多。